嫁给我吗？为着今仔徛一只这班，阮完成这部电影。为着未来咱两个人的电影，希望你答应阮的梦。阿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阿关，我愿意。为着今仔徛一只这班，阮完成这部电影。为着未来咱两个人的电影，希望你答应阮的梦。阿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阿关，我愿意。我们恭喜来自兔匠视觉特效公司的国宏还有阿关。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？他早少年，通想，拢当作一定爱有好车好厝，爱当娶某。一直到撞到对的人，车甲厝拢自然水起来。今仔选择伫遮，因为野球是咱上爱的运动，电影是咱的工作，你是我上爱的人。为着今仔徛一只这房，阮完成这部电影。为着未来咱两个人的电影，希望你答应阮的梦。阿关，加油加油！我们的王子他的嘴角在微微的抽泣啊，非常的紧张。到底会不会赢呢？不能输哦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在我们今天要观看这部热血电影之前，今天大家有一个这样浪漫的个 surprise 啊！不要想着赢，但是要想着不能输。我们恭喜来自兔匠视觉特效公司的国宏还有阿关。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？